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财经所所长王彤，欢迎收看每周三晚上播出的《王牌财经所》。王彤啊，在二零二一年，也就是三年前，在自己的主频道《财经至尊》里面呢，有介绍过数化产业的上下游，还特别点出了五大泛用数字。那么这一集啊，《王牌财经所》。 王彤更要详细来介绍五大泛用数字以及相关的公司。另外啊，大家都知道，台股基本面非常好，但是光有基本面没有题材面的搭配，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还要想要听到什么样的题材，都欢迎在节目的下方留言，有机会王彤一定会做一集节目来和大家分享。 那么今天影片开始前，先请大家按照惯例按赞、分享，还有留言，因为这些小动作就是您对王彤最棒的支持。好了，我们再开始正式进入主题。那进入主题呢，我就必须要跟各位聊一个话题。国中化学里面曾经教过各位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个缘由。 原油怎么来的呢？原油从地底下挖出来的。以前原油会自己喷出来的，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都必须要挖下去很深，然后把原油挖出来。所以你现在看到影片里面呢，都会出现有一个机器，就这样杠、拱、杠、拱，都看过吧？那个机器我们都称之为油 m p 就是所谓的挖油机了。那现在全世界都是用那个，你看到影片都看得到的。 那么挖出来的油就叫做原油，原油是就好像黑胶一样的，但是呢又比胶来的稍微稀一点，所以手摸上去全是乌漆抹黑的。那么原油不能用的哦，你也不要以为原油直接可以拿来用哦，它要经过一个过程，什么过程？提炼。那么原油提炼呢，就必须要进入到分流槽里面去提炼。 所以你们在课本里面都读过了啊，原油啊，它本身提炼过程当中，依照它沸点的不同而提出不同的产物。所以呢，这里面油就很多啦，有飞机用油啦，坦克用油啦，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机油啦、汽油啦、柴油啦，一大堆啦，通通有了。但是原油裂解到最后，分解到最后出来的产物就叫沥青。 大家还知道吧？沥青是干什么的？铺马路的那个柏油啊。那现在呢，我们铺马路还是一样要用沥青。好，那现在探讨到这个问题以后，就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呢，它沥青分解啊，在分解过程当中，沥青上面那个产物就叫清油。那把清油再通通提炼出来，过程总结起来以后啊，那么这个我们再给它进行分解，那就称为清油裂解。 王彤这样解释应该是很清楚的啊，在台湾，清油裂解就出现了一清、二清、三清、四清、五清六清。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么我现在必须要强调啊，一清、二清、三清早就已经报废了啊，已经进入到四清、五清、六清了。那么我就讲六清这个名词，六清这个名词叫什么呢？它的全名就叫做。 第六，清油裂解工厂，那现在这个工厂就在云林麦梁那边呢、啊，大家都知道啊，谁的？台塑的、啊。所以清油裂解以后就出来很多产品，那现在呢就进入到主题啦出来的产品呢我们通通称之为塑胶。塑胶不是一种产品呢、啊，而是很多种产品的总称呢、啊。那这个塑胶呢就包括了什么呢？啊，乙烯等石化原料。 在内的塑化产业，由上至下依序为上游石化原料、中游塑胶原料，还有下游的塑胶原料加工制品。而五大泛用树脂就是属于塑胶原料这一块。所谓的五大泛用树脂，简单讲就是这五样东西。来，我现在正式跟各位讲啊，P E、P V C、P P，还有 P S，还有 A B S。 就是这五种产品，我们称之为五大泛用树脂。呃，在这边我说要补充一下，有一档个股叫连城。那连城算不算五大泛用树脂呢？连城严格讲起来是不能算的，因为它生产的是 DOP 可塑剂，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下。但是呢，我们又把连城都放在石化里面，所以一般的习惯呢，都会看到连城，也就想到了五大泛用树脂。 想到五用大，翻用数字也想到连成，意思就在这里。啊，那现在看啊，P E 的中文名称叫什么？叫聚乙烯。聚乙烯呢，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乙烯聚合而成。其制成又可以分为 H D P E 还有 L D P E。那 H D P E 什么是高密度聚乙烯，还有 L D P E 是低密度聚乙烯。那你现在问这个聚乙烯到底用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泡棉呐、啊，这样讲够清楚的吧？对吧？泡棉又分很多种哦，哎，这个就是从这里面在细分的。那么再来呢，又可以分为 LDPE 还有 LLDPE，线性低密度聚乙烯。好，再看啊，HDPE 属于硬度比较高的塑胶材料，成型品表面光泽较佳，较不透明。 主要用在各种容器、编织袋、塑料袋，其中啊，一三零一的台塑有国内主要的生产商。再来呢，一三零四的台聚的 UCC 气象法制程也是将 LLDPE 还有 HDPE 两项产品进行制程转换，使得国内的 HDPE 的总产能足够自己自足并外销。 在这边，王彤要特别交代一下，就光讲这个高密度聚乙烯或是低密度聚乙烯，这些我们的自给自足都够了，还可以外销，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了哦。LDP 属于软质材料，具透明透气的特性，也是全球最大使用的塑胶原料，哈，所以用来什么吹带、吹膜。 另外呢，LDPE 还有 EVA，就是乙烯醋酸乙烯，在制成上能够互相转换。国内呢，LDPE 厂通常将这些生产线转为附加价值较高的 EVA。那目前国内生产 LDPE 的厂商有谁呢？有台塑、台聚，还有雅聚。哎，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吧？ 呃，我在这边再补充一下啊，过去还有一家公司叫做福聚，福聚后来被并掉了，所以呢，通通并到台聚集团里面去了。所以你看到台聚它有这个产品，也就是很正常的。这个在过去就有一家塑胶公司叫福聚。那么 LLDPE 性质呢，还有 LDPE 优异且具替代性，因此。 欧美各国逐渐用 LLDPE 取代 LDPE，预料未来 LLDPE 需求将持续成长。再来呢，你可以看 LLDPE 在制成上可换成 HDPE 互换。国内生产就 LLDPE 的厂商就包括有台塑跟台聚。哎呀，王同这样跟各位解说应该是很清楚的吧？再来，我们再看下一个产品。 下个产品啊，就是 PVC，PVC 的中文名称就叫聚氯乙烯。目前国内使用量、生产最高的就是塑料原料。产品呢分为硬质的 PVC，还有软质的 PVC。硬质 PVC 一般用在哪里呢？建筑材料，例如说像塑料管、接头类，还有胶布。但我有们注意到一个水管。 水管呢？我们有讲的讲那个塑胶水管啊，那个排水管也是啊，塑胶水管一样、啊，一条长长的，对不对？那、啊、这个水管你要转弯的地方要怎么办呢？是不是要接头？所以说用这个长的水管跟另外一个长的水管彼此之间有个接头，这接头也是 PVC，都是一样的。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还在用，尤其是各种工程施工的时候都在用这个东西。这个水管的性质大家都知道了，那你们一定会问。 这个水管可以用多久？我会告诉各位啊，用一百年都不会坏，所以这个水管是非常耐用的。好，现在就跟各位稍微说一个说明一下。嗯、那么再来呢，软质的 PVC 则为添加了 DOP，使得质地变软，作为胶皮、还有胶布、胶粒等。哎，讲到这个 DOP，就是王彤刚,刚跟各位讲过的，连诚做的就是 DOP，那其中又以建材需求为最大。 因此啊，银建的开工率通常是 PVC 需求的重要观察指标。王总在这边跟各位再讲一下，你盖个房子，不是光只有土木工程呢，不是光只有结构工程呢，结构工程、土木工程，当然你要用到钢筋、水泥，这是一定的。那钢本也是一样，你里面的管线是不是要用到管路啊？管路就是 PVC 管呢，通通叫 PVC 管呢。 所以这个地方就跟各位讲啊，为什么市场上看，银建的开工率就是以 PVC 的需求量作为观察的指标，就是这个原因嘛。你一栋大楼要盖，那他一定会定这个 PVC，PVC 管他一定一次都要给你定足了，定足以后他才开始施工的时候慢慢一个一个这样铺上去，对不对？那你看到 PVC 的量就知道它这个建案有多大了。那国内以台塑的 PVC 产能最大。 再来，生产厂商还包括了1305的华夏，还有1321的大洋。至于 PP，中文名称就称为聚丙烯，顾名思义就是丙烯聚合物，具有密度高、质轻、还有耐高温及加工性优良的特性。还有呢，容易回收，还有环保的特质，又与其他的塑胶材料有互补性。 使得 PP 啊广泛应用于保险杆、还有编织袋、还有纤维加工等范围。国内的 PP 厂有包括了台塑、一三二六的台化，还有已经下市的龙化。龙化、啊，我在这边跟各位说明一下啊，龙化是前段时间才下市的。那龙化不是因为不好而下市啊，它是被取代的。 龙化的全名叫做李长龙化工，还记不记得？它的总部在哪里？在高雄。有一次就是因为李长龙化工的管线爆炸，所以呢这次赔偿把龙化都赔光了。原因在这里，龙化的全名就叫李长龙化工，而 P.S 的中文名称呢称之为聚苯乙烯，那应用也是相当广泛。 因为啊，PS 易于射出成型、压出成型，而且价格便宜，因而成为工程及日用品的最佳材料。PS 是由 SM 苯乙烯聚合而成，以其聚合的配方可以分为 GPS、HIPS 还有 EPS。那么其中 GPS 通用型的聚苯乙烯，百分之百是由 SM 聚合而成。 通常用在哪里呢？用在日常用品、玩具、塑胶板。所以在过去啊，常常有一些专家学者会呼吁各位啊，就是家里面如果有小孩在玩那些塑胶玩具，尽量不要放到嘴巴里去，因为 SM 聚合出来的东西，这个塑胶有毒。那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吧？HIPS 就是称为脉冲型聚苯乙烯。 是添加了 BR 或是 SBR 橡胶的 PS，主要用在哪里呢？汽机车零配件，还有电器的外壳。还有呢，EPS 就是称为发泡型聚苯乙烯，这是添加了丁烷、戊烷等挥发性液体作为发泡剂的 PS，多用于生产保丽龙，还有。 目前呢，广泛使用在包装材料、缓冲材，还有食品免洗餐盒及隔热材。那国内呢，生产 PS 的厂商就包括了奇美实业、台化，还有台达化。另外呢，ABS 树脂也是有 AN，就是丙烯腈，还有丁二烯，那及 SM 三种单体聚合而成，具有耐热、耐冲击。 然后，印度加成型加工性比较好的一些特色，并具有工程塑胶的特性，主要用在哪里呢？家电、办公室、资讯产品，例如像电脑的外壳、笔记型电脑外壳、大哥大的外壳，台湾生产厂商的奇美实业，还有一三一二的国桥，都是这些生产厂商。 那现在你还注意到啊，讲到笔记型的三 C 产品，他们的电脑外壳、大哥大的外壳，你们发现到早就是轻量化了，不再是过去好重的铁壳。那这些外壳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做的。哎呀，刚刚讲那么多，大家应该都听得头昏了吧、哎？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啊特别请了研究员呢、啊，做一张表格。 这个表格啊，是内容针对五大泛红数字，还有各自对应的国内生产厂商。那有需要的朋友们，你们可以自己截图或拍照。观众朋友们应该会很好奇，五大分红数字最近又没有什么利多，基本面也不是很好，为何台剧华夏、雅剧、台达化及国桥这些公司默默在上涨？他们是属于塑胶股。 塑胶股里面的五大泛用数数，以前的角色定位是属于景气循环股，所以看到景气要来，这些塑胶股的景气循环股就是五大泛用数数，他们就先动了，先动起来了。那现在大家会觉得很奇怪，那么我们全世界的景气不是都很好吗？对我们现在全世界景气都很好，是好在 AI，好在 AI。 这句话，请你听懂哦。那么五大费用市反倒是他并没有说很好，那没有说很好，为什么现在开始它的股价居然默默的已经涨了一两个月了？因为这是属于什么？川普选举概念股。那么你现在看啊，七月中旬更明显看出有大量，因为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啊，就是黑手啊，已经押宝川普会当选美国总统，那。 他们押宝川普，那你要不跟着他，那就是你自己要判断了、啊。那我今天就是主要把这个五大泛红所的好处讲给各位听。那这件事情外面没有人会告诉你，这就是你们收看王彤节目的价值。那除了五大泛红所的这五家公司以外，还有国桥之外，都属于台剧集团。现在。 这一期节目，王同要介绍，台塑 HDPE 还有 LLDPE 合计产能有十三万吨，LDPE 及 EVA 年产总量有十五万吨，其中 EVA 就是含发泡级的，然后热熔胶级的，还有光伏级的。台塑受惠中游，税收的复工，产能也提升了，第二季营收。 叫手机成长，搭配原料乙烯，VAM，还有报价趋缓下行，有助于产品利差改善。那台剧认为，今年太阳能需求将稳健成长，但需要留意到大陆今年、明年持续新增的 EVA 产能，对报价将有产生影响，而公司积极发展差异性的产品。 其中，在 E V 用量排名第三的电燃料，是未来要进入到重点的方向。另外呢，王总要告诉大家，五大翻红数值五家公司以及产销的泛用的可塑剂的连成股价都不贵啊，非常便宜，都是一二十块的。那目前除了华夏跟台达化之外，其他股价都低于净值。所以今天呢。 王总特别请研究人员做了一张表格给各位做一个参考一下。这张表格可以看得出来，五大分公司的帮你列出来了，但是附带的后面的净值也帮你列出来了。那因为股价是随时随地在变动，我只针对今天的股价而告诉你它的低于净值或是高于净值。那严格讲起来，只要是低于净值的股价。 你去买它，根本风险就已经很小了嘛，你就不用去担心其他的问题了。那今天影片的最后啊，王彤要再帮大家复习一下这一集节目的几个重点。第一，五大分公司包括了 P E、P V C、P P、P S，还有 A B S 等产品。国内主要的公司包括了台剧、华夏、雅剧、台大化，还有国桥。第二。 台积的产品线包括 HDPE、还有 LDPE、LLDPE、还有 EVA。公司的积极发展差异性的产品，在 EVA 用量排名第三的电缆料，是未来要进入到的重点方向。好啦，今天呢，王彤跟各位讲的应该是很多了，对不对？那我也把一些各位在市场上的一些盲点都帮你解开了。最重要这一波。 五大费用数字还有数加五会涨的原因，就是押宝川普行情，所以呢，这是属于川普的重点股。跟各位讲的应该很清楚喽。那当您看完这期节目以后，不要忘掉按赞、按订阅、按分享，就是您对王彤最好的支持。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周三晚上不见不散，拜拜。 该投资首费将分析之特别有价证券。我公司采购的般析。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此不承担风险。好，我们跑步五一一，尽管投资四 D 零一五号。